岩羊绝对是动物界攀岩高手，所以岩羊经常藏匿岩壁中来躲避猛兽攻击，但安全都是相对的。视频中一只岩羊立在危崖之中，但仍受到一只雪豹的追击。只见其前俯跳跃靠近岩羊，一口咬住岩羊，被咬伤后岩羊挣扎了几下倒落悬崖，